主角要来了，我们必须一把给他拿捏到位啊，让他觉得我们就是啊钓鱼岛的王，我是 King， 他是 Queen。不得不说，老王还是非常有表演天赋的。这不，今天刚上号就遇到有萌新找人帮杀坐骑，于是他赶紧进队想表演一番，然后就开启了他的驱霸模式，真的犹如戏精上身，真有才。死了赔你300万，走，我能杀过去吧，兄弟们，这小子的帮派的名字这也干不久啊，谁家帮派叫他妈8-1啊？你们帮派怎么收帮费的啊？这名字没想好好干啊？要不要？我在，免费，不用了。你人怪好的啊，自己电脑号吗？为什么不在藏宝阁买一个？是因为没有喜欢的吗？我是新门派啊，别吓到你，实在太猛了啊！啊，为啥不直接买啊成品号啊？自己练下来啊，算一下，买号啊贵多了，会用藏宝阁吗？啊，打开全新的世界。我操，这兄弟还在跟我说帮费免费的事儿啊！你知道藏宝阁是什么概念吗？就原来你处了一个对象，只能自己回自己家，突然有一天你有了别人家的钥匙，是不是打开全新的世界？你有药吗？放心，死了陪你，给我丢一个舍利子让我拉他啊！没事没事啊，心放在肚子里。见过这个门派吗？啊，见过新石吗？这他妈的随便打打啊，根本回不来。他变身了，夏威哥撸死他，24被封。他现在重新玩的，我靠！你化成一鲜血。你他妈不说，我以为你是大唐呢啊！没事没事，三荒，力劈宝宝 A， 没事，起，靠，是不是浮空几率改了？哎呀，得想一个安全的方法，要不然我快不安全了。先来个一斧开天，给他直接抛油根，然后呢，再来个铁血生风，再来个力劈苍穹啊！有我在，不要怕，起，你妈没起来。不用怕，能打字就表示我们没死。一斧开天，力劈苍穹，干，起，又没起，我操，还行，没事啊。要不要送啥送？你怎么这么怕死？我出完手怪不就没了？这不过了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想赚300万？必须吗？还有吗？还有的话，我再叫个人。兄弟们，有没有鱼岛五开在线的？还有一个比这个难度大。队长给我，我去叫点兄弟啊。鱼岛有五开的兄弟们，你们奥莱的那个小子集合一下。如果是单开的兄弟们，点击这个宠物，然后点击观看。然后点击召唤兽，然后观看，一个人弄出3个人的这种牌面，5个人弄出15个人的牌面，好了吗？啊，队长给我，然后我一进去，兄弟们一起给我喊一声啊，大哥好，龙王属下救驾来迟，然后我歪嘴一笑，兄弟们可以退下了，兄弟们有五开的先往里进，还有4分钟的时间，兄弟们猜猜里面有没有5个人？看多少人啊？来，先练习一下，给我进来正在看直播的兄弟们啊，大哥好，小的救驾来迟，别着急，第一步，现在看直播的先跟我来做第一步，组队，一个人造成5个人的假象，然后第二步点击宠物观看，第三步点击宠物观看，好吧，一个人拿出3个人的分量，然后如果有坐骑的话，把坐骑也骑上，有战旗的话更好，坐标华南区钓鱼岛，快点给我们新玩家一个2000人的大场面。
华南区钓鱼岛没号的，你去注册号，有号的你上号，实在不行你藏宝阁买个好啊。大哥好，小弟救驾来迟，如果会的话再加个葛润。上人上人，等一下，你去秒组175，现在不用刷，现在不用刷啊，现在就是上人，现在就是上人，人不够，人不够，大家稍微分散一点，大家人稍微分散一点，站上去，上面站几个人，这样场面太小。上人上人，往上面站，二王往上面站。主角啊，十去领任务了，咱们大概10:30演习一下弹幕的内容发是啥啊啊，属下救驾，救驾来迟。正在看直播的兄弟们，你们不管进里面游戏打啥字幕，你现在就开始刷屏，就是给我一个两千人的大场面，快点啊，主角要来了，我们必须一把给他拿捏到位啊，让他觉得我们就是啊钓鱼岛的王。我是 King， 他是 Queen， 我是开，他是圈。兄弟们，你们先在里面刷屏，先在里面刷屏，快快快快，手速别停，给你们一个增加手速的背景音乐。我叫乐点小弟啊，在啊奥莱的屋子里，你可以挑选一些啊进入队伍。你不会进去给他队伍吗？不的。哎哎，兄弟们，哎，人呢？快点刷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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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这会刷屏吗？就是一直点，一句话说100遍，场面太小了，大哥很没面子，小弟酒驾了，所以来迟了啊。那你放心的待7天吧啊，把10级的踢了啊啊，有人啊，差不多就可以进队伍啊。咋的了兄弟？咋给下了呢啊？大哥好，小弟救驾来迟。那这几个兄弟，你给那几个打字比较辛苦的兄弟一人分点钱啊，这活就交给你了啊。兄弟们，我把钱给这个莫烈红尘队了，想要啊一次5万10万游戏币的直接交易他就行了啊。不能让跟着混的兄弟们3天饿9顿，嫂子别回头，我是我哥。好 ,OK。哎呦我去，这兄弟真怕死，加了俩化生字阴曹地府啊。操，你他妈等我一下呀。你回去。我还没和他们说啊你们辛苦了呢啊。操。大哥好，小弟救驾来迟。在队伍里还刷呢。在队伍里还刷，我实在没钱了，我就300万了。队伍里要钱的找尊师重道要啊。兄弟们你们先别走，我说小弟救驾，我说兄弟们辛苦了，可以退了，然后你们就都走啊。兄弟们辛苦了啊，散了吧啊。兄弟们散呀散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清场了。咔，杀青，别他妈在这找存在感了，都走，都现在从那个上面的人给我下来，往左边走。剩下的全是要演出位的是吧？啊，就不走，就不走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后妈加光辉之甲，再加个护佑金身，结束了吧？刚才不是丢你300万吗？你给哥俩分点儿。住一晚上没钱，所以慢慢玩。别人一个号都花几万啊？行，以后有事啊喊我，我帮不上忙，但是号主能帮上忙。给这号下了啊。